小油库玩。臭美啥呢？要去约会了吗？今天我有希望告别单身哦。是谁啊？靠谱不？是跳舞僵尸，人长得挺精神，我觉得有戏呢。那你快选几件像样的衣服啊，穿成这样脱单的机会更多一些，不是吗？拜，我走了。哎，现在的女人怎么这么不矜持。晚上。天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是晚了，天也冷了呢。冷吗？我怎么没觉得？人家这不是忘记穿外套了吗？幸好我不傻，出门穿了外套呢。把你刚刚说的话重复一遍。赶快走吧，一会儿感冒了我可不负责哦。行走，再也不见了。忘穿外套了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